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我们可以呀、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起来。小雨那个盾牌的位置真的是很像，很棒，对不对？很棒，对不对？嗯，很像，很像没穿裤子，你知道吗？像没有穿裤子。小雨要往右边看九十度，然后盾牌挡住了，真的超像没穿裤子的。明白，向右看，你穿个裤子啊！哎呀，算了啦，温球二三四五个，我还没上线，差两个啊，有一个有一个迟到，有一个会迟到一下，还有一个请假，请假。我们中介是不是有团长找到啊？你是搞错游戏了吧？你是搞错游戏了吧？错游戏咯，这个游戏还没找到，这游戏还没啊？那个轻松高轻松末日还没哦，末日还没，那是 POE 那个是 POE 那个才有哦。把你拉回来咯。哦，完了，拉回来，混在一起，完蛋了。那今天是不是该去找一下了？你该找个中介。要找安德哎。啊，中介的话，当初那时候是说。可以用指定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中介还是用那个中介证书去找比较好。啊，你要找什么宅邸什么的，就是游戏中可以做到的，就尽量不要用指令。好，不能做到的，想找的再用那个指令就好。好，好，那就等团团上线，我们就来去看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好，好啊，他们刚刚还突然偷跑更新，你说麦块吗？麦块吗？麦块，对，偷更新。啊，我去看一个，嗯，啊，你们这个末日可以那个，就是开有那种什么小地图的啦，或者是就是那种的都可以用，因为你自己想开吗？啊，对，啊，不是啦，对，对，有人说找东西会比较好找啦，哎呀，哦，这样哦，原来如此，那我现在去装一堆模组，等我一下哦。就是不要装个什么可以那个看到矿物啦，或者是什么可以飞行的那个就不行了啦。哦，哎，团团，我先拿一些泥土走了。你拿。我刚刚网路怪怪的耶，好可怕哦。OBS 自己一直断线重连。哦。哦。这几天网路是不是又回来了？对啊。又坏坏了吗？我不知道。Streamlab 是怪怪的。哦，这 Streamlab 怪怪的，对我刚刚也是，嗯，啊，我怎么又断线了？哦，因为刚刚断线，我好怕哦，好可怕 ！Streamlab， 我刚刚是打开 OBS 的时候，上面跳说什么就是坏掉了 ，OBS， 嗯，阿旺刚也是，嗯，对啊，我要看一下，我打个泥土会不会掉泥土？哦，有，正常。后面那是谁？那是谁啊？哎，你怎么？你怎么穿这样？麦当劳我又变装喽！你是不是不是？你很像被鲤鱼鳍吃掉哎！麦当劳叔叔，他们说这是舞龙舞狮的红包拿来哦！我没有，哎，不对，舞龙舞狮那是年兽，所以我们要把它宰，还是拿鞭炮炸它之类的？拿鞭炮打年兽死了，年兽死了。年兽超级没威胁，太脆弱了吧！马上死掉，是年兽没办法吓人。还有叔叔要发薯条了，有我发沙子啊，给请你们吃沙了，还是你们要吃土？这里有土。我们来去看今天的任务。好，有一个请假，有一个晚点到。这个门出来很困扰。对，那个门很困扰，不能去走。就是又卡的那又那个啊，捷运站的门。杜鱼要击杀杜鱼，杜鱼啊，杀杜鱼要去中介啦，那应该是要找中介了吧？哇，好，那我今天是不是又不能整理家里啊？你可以先无视任务啊。他不是啊，他上面写击杀杜鱼，又没有说两个小时内击杀。哎，等下他就加了，我就哭了。哎呀，还好。是啊，我家也要开不完的啦。哎，安德哎，有没有船？有安德，坐个船，坐个船。哦，我家坐船。哦，完了。你家码头不是一大堆船？哎，对的。啊，顺便讲一下啊，
下礼拜是除夕，除夕就暂停一周哦。好、啊啊啊啊啊，没事，我会在阿尔宙斯的世界。你们都在阿尔宙斯吧？哦，他没掉，回家没事，我也回来买个来玩看看。好，你们都阿尔宙斯了，你也来啊？这一代不能连线战斗。嗯，哦，这一代就是单机了嘛？哦，真的是纯单机吗？可以交换啦。哦，就是变成以前那样。可是他不是说有一个道具叫那个缆线吗？不是，那就是没有朋友的话、用的。没朋友的话，哦，对，那个是那个是、那是什么戏？最早 GBA 那时候的东西。啊、好怀念哦。他就把那个东西放在通信交换的那个暴风身上，他就会自己进化了。哦，所以很有趣哦。所以他不能一起狩猎哦。哦，不行吧？好。吧，你不要这样啦，小雨。太难过了。不要啦，难过到跌倒了。我很想跟你一起玩啊。OK。直接哭出来。你的床是不是要换位置了、啊？我的记录点又不见了。不是，哎、欸，我不叫你自己睡吗？你总是睡我的床。之前还没有床啊。不是我，我上一集就给你的床了，你不知道睡哪里哦。啊，对，还没睡。哎呦，更新资料包。哎呦，更新一下，更新一下。完了，我感觉到中间的字又出问题了，我去看一下。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哦，没有吗？我已经有点忘记我盖到哪里了，完蛋了，完蛋了，完了，完蛋了，出事了，完了，完了，完了。那我要先来盖我的东西，应该是，哦，哦，唐牛塔，出神里。最近太多、最近都在封那个前几天玩的那个守塔、对，我完全忘记，我原本是昨天还前天哦，就是在九晚那个之前我都还记得我礼拜一要怎么剩下什么工程，现在忘记了，现在只记得每一波要怎么盖而已，对，现在只记得哪几些哪几个兵种一定要留，很猛，记得有一些特别的不能买工人。对，啊，完蛋啊！什么意思？工人，你说是哪几波不能？这个我们结束可以来聊啊。最后辅导，哎，有僵尸聪明耶，我把拿回家了。做一下，做一下。我这次我想要用聪明的哦，你用啊？哦，我来研究看看。可以啊。命名牌虽然没掉到，那我把这只关去你家、啊。切、啊，可是要命名，要先命名哦。不用啊，村民不会不见啊。僵尸村民呢、欸？会啦，僵尸村民会啦。给他坐船，给他坐船不会不见，哦、给他坐船。我给他坐船。你知道吗？哈基坐船不会不见哦。是啊，怪物坐船不会不见。坐船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哎、欸，第一次知道。是哦，应该是啦。除非他们被还是你们现在来实测啊？你就不要给他命名啊，就给他坐在船上。然后他超小雨会哭死。我现在没有命名牌吧？我们上次掉了。可以啦。啊，他今天很远呢，没人在的话就不见了。在我们那边应该就不会啦，我们有邻居。哇，你是在偷算他没有邻居？他没有朋友？没有啦，怎么会？他今天阳在几楼？他到了。他来了。他到了，那先放我家里面吧。哇。看一下啊、哦，他好像进不去哎、欸，哦，可以，好了，有了，我安德的声音了，哪里？如果他就他如果先救职神职人员的话，会有中介珍珠呢？哎、欸，中介珍珠，可是这样我们有绿宝石可以换吗？有腐肉啊，有丝草哎、欸，那就要想办法弄到一个腐肉换绿宝石，然后绿宝石换中介珍珠，对啊，所以我们要先有酿造台。哦那台有，这台已经有了吧？有，我可以做，厉害厉害！那你要先把它复活，先复苹果跟虚弱药水，嗯，好，所以它反复变成死掉跟活过来，对，最好是两次啦。哦，再多会不行，嗯，再多就其实差不多了，不会再更便宜了。哦两次，对，我没苹果是不是？苹果我有啊，
哦，苹果你可以先养个农夫，现在就有一堆。其实 Minecraft 原本的设计真的是要我们就是用村民的系统玩，它是后面才用这个东西。对啊，感觉它就是有这种用意。村民更新之后，对耶，对耶。永夜的话，村民的这个更新会不会就动不了更新啊？啊，对啊，它不是中午才会更新啊？对呢，对呢，中午才会刷新。会卡。哇！所以哇哇，只能拿来做铁巨人了。那就做铁巨人塔布。没有别的方法了、啊、我们还是乖乖去刷刷那个吧，安德吧，找安德最实在了。对，没办法，谁叫世界坏了。对啊，哦哦，还好你说明可以修好了。哦，可以修好是可能啊，或许大概吧。或许大概。你要尝试看看、欸、要尝试才知道。嗯，什么事情都是要试试看才知道啊，对不对？对呀、啊，不试怎么知道呢？对啊，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不用去试，没问题。有一些是有点危险、啊。你不是说像是什么迫害小雨，比如说之类的，比如说那个你在疫情期间开店之类的吗？对，比如说好痛，好痛。打麻将啊、哦，打麻将有人有戴那个啊透视眼镜啊，哦，这个也是，比如说打麻将啊，那个人家连五了不胡他胡，那个是另外一个人啊，好爽啊、哦，安全下庄，安全，这种的就可以不用试了，真的，可是他们很好嘞。哦，对啊，啊，就很猛哎、欸，厉害、欸，很强哎、欸啊，根本就是，难道是你有看？你有看我那个有预言家的那个吗？有，很扯哎、欸，那预言家是怎样？没有啊，就说你自己再慢慢去看啊。哦，三、啊，我是先看完那个预言家，然后想说他为什么标题写说他是预言家，然后去查了一下，哦，真的很好了，好扯哦，很猛哎、欸。太用心了，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留言，反正只要现在只要每次只要就是那种什么实况啊，或是哪里啊的大事情、啊嗯，只要跟就是跟游戏有关的，下面都会留说这个又是什么威力的第几个锦囊妙计啊，超烦啊，锦囊，超好笑，永远都会是威力的锦囊、欸，真的威力永远真的永远都有威力耶、欸，好笑，威力是什么？没有啦，因为威是麦卡贝之前的那个，因威力我记得好像他也是之前是那个啦，是就是同神底下的那个啦，就是员工的企划、哦。对，然后呢，他走之前好像就不知道讲了什么这样，然后就好像我讲了什么类似说什么有留给你什么什么锦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只要出事，以前古代不是有什么三个锦囊妙计，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把锦囊拿出来，它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样。对。然后又很刚好，每次只要他出现一些可能稍微危机的时候，就会冒出一个风波，稍微挡着这样。对哦，就很刚好，安全下庄的，对，安全下庄。然后所以留言区现在只要跟什么游戏圈有关的都直接留说这个又是他的第几个妙计啊。哦，长知识，留言太扛了吧，已经第几个锦囊了，对啊，已经第几个了。哎、欸，他们有人说没有发发哎、欸，所以我们有没有每周任务环节啊？不对，今天的每周任务是我被杀死了。对啊，解完了，对呢。然后你还没烦小雨啊？对啊，是啦，你不是每周都要烦他？可是我现在想不到什么事情可以烦，你知道吗？对啊，嗯，这个可能要天时地利，要来一个锦囊妙计吗？现在有可能要来一个锦囊妙计，好哦，好。现在大家房子都盖好了吗？
还没，还没，就是在头痛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已经大概快要三周，大概 每次直播大概花了大概快一小时，都是在挖这个。我上一半已经盖了两个小时了，还是没盖好。我今天才给要开，刚开始动工，在挖挖挖，疯狂挖土。哦，你是一个无形挖土机。隐约是去打珍珠哦，六颗了。隐约感觉是太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说没有，他没有盖啊，我外面隐约有啊，内装还没好啦。对啊，还没盖好，起码外观好了，我就想啊，隐约外观好了，还来今天给他弄卡的，至少都比我们好啊。对，就内装还没好啦，我就想说内装还行啦。啊，有啊，外观框架出来了，内装 OK 的啦。生存小屋可以，有床有工作还有箱子，够了啦，够了啦，至少有60分，我们搞不好连10分都没有，我没及格啦，没数啦，我没有在管内装的啦。哎呀，这里，啊，现在感觉，哎呦，感觉就是隐约最外观最完整，就是有房子有墙壁有屋顶，什么都基本的都有了。对，我是去打个烈焰棒，好哟，烈焰杆，九颗珍珠了，还是其实影院那边已经够了，我这里有三个烈焰杆，哦，那不够，三个不够，三个是六个，可能还需要一些吧，对，中途还会爆掉，我不知道箱子还有没有啦，对，我不知道箱子还有没有，中途还会炸，对啊。我好像没有，哎呦 ，Miss Buffy， 哎呦，以为河豚要来捅我，吓到，哎呦，结果是捅到团团，对，欸、差一点，我捞过去给团团，那你要捞什么？河豚啊？不要，还是你要捞河豚？我刚才想说，哎、欸，我这次念对了、欸，哎，一条。No， 有河豚捅了你，河豚。秘密。我们现在有三木吗？三木没？没有吧？啊不，有黑橡木啦，丛林木，跟一般橡木还有白桦木。就是没有。还有需要苹果吗？多多益善啊，对啊，越多越好啊，可以先留着、啊。嗯，村民更新是晚上，白天晚上完全不会，就只有白天中午。对对对，白天中午你就想上班打卡的时间呢？对，哦，那半夜不会上班，对啊，半夜都不会更新，半夜就休息时间啊。他只有过中午，然后所以现在的村民在这个世界就是整天都在睡。对，哦，那怎么没有半夜打卡的村民呢、啊？大夜班，他没有上夜班的吗 ？QQ， 这村民是永远在睡觉，躺床。对啊，永远都不起来了。欸、对耶，哇，每个都是睡美人哎。对啊，你们想办法让他起来。偌大的睡美人，再被闪电电一下就会乏力了，这样好像也不错。那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要先有个30岁，喂，然后再被电。哦，原来是这样，原来要先30岁，那也太麻烦了。30岁，然后他被雷打到，条件很严苛，对啊，条件太严苛了吧？哇，会双系的魔法师、欸，哎呦，我有点，真的呀。哎呦，哎呦，这今天是要打杜宇哦，杜啊，没有错啊，对鱼，蠢鱼，啊，蠢鱼，你没有看过这个杜鱼吗？没有、欸，它是书虫吗？哦，有啦，我只看墙壁的那些比较多、欸，哎，就是衣鱼。有我那我有遇过，我有遇过，衣柜里面有，对，会有干掉的，
干掉的，干掉的，已经不见了，是不会动的、啊，死掉的。哦，是遇到火的、欸，然后把它弄冻死哦。我有遇到完全扁掉了，被输压扁的。哦、oh, ，打开它真的是扁扁的。好可怕。对啊。还好它就是没什么威胁性的小蜘蛛。对。等下哪天就咬了你。它不咬人啦、啊，它嘴巴那么小，你感受不到啊。咬你的毛。应该被啊死了。我觉得会被 Tommy 玩死。Tommy 随便路过踩到他就死了，不用特别玩他。对啦，也是啦。踩到还没感觉，嗯？什么东西？卷膜的吗？哦，居然是副本光碟。哦。打到了。我打到一个 T2 的副本光碟。我以为是现在打到会咪咪咪咪咪咪，你说乱码之类的吗？未知，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哎，团团，你很多那个混凝土卡在上面的泥土，你不拿吗？哦，没有，我刚刚不知道卡在那里，我现在来了，来啦！想说他要消失了呢，也是挺浪费的。刚挖没多久，哦，刚挖掉没多久。哦，这里能爬，必爬。孤魂，孤魂，孤魂，哎呦，为什么要这种音调？孤魂来，要来点毒魂啊！毒魂，是吸枪了，是吸枪了，有喝啊！哦，只是今天比较早起，所以有点想睡。今天比较早起，所以今天比较强的，对。原本想去的，后来想想算了。下雨啊！下雨就算了。嗯，下回来的时候有比较少呀、啊。对，还行啊。嗯。你们今天要早上出去去家乐福采购的？对啊，算了。我就看到那个影月去叫你的时候，你就继续哎，你们去，我去。你们去，然后就继续，然后那继续睡，然后Tommy躺在旁边。哎，你好几次睡觉的时候，就压在你的胸口，然后是直接压着我的手，真的是哦。好险他没有怎样，你知道，他没有直接坐在你那个鼻子上。吸满猫毛。对啊，不是说有些猫猫会故意坐在你被子里，对吧、啊？坐在上面。最近太冷。因为我发现 Tommy 不会跑到被子里，我看他每次都会踩在上面。他妈之前也不会，可是这几天太，就是前几天太冷了，他就会钻到被子里。嗯 ，Tommy 只有吓到的时候会钻进去哦，对，他吓到会躲进去没？对。哎呀，然后想到我上次不是去牛那边，不要、啊，他有一个绝对领域。有啊有啊，绝对的领域展开，只要手进入那里面，就是会被必中，你知道吗？他应该打到必中领域，必中领域，绝对被他打。你说床尾那边吗？对，最近是那边高跳台床尾那边。嗯，对，就是你来的时候，啊、他才开始。你说被他打吗？对啊，对啊，会必中、啊。我那时候没有呢。就是你要看他心情啦，要看他心情，看心情。刚好即刻去的时候是、啊有可能那时候是因为我拿着肉泥在收买他。哦，那这样子就不会。好贵哦，他的黑心主人一条肉泥要跟我收200。哇，好贵哦，谁呀、啊？谁呀、啊？就有个拿肉泥说，那你喂他，然后喂完之后还要200哦。直接被坑了，还是事后才开价的，超过分。怎么超像，超像在那个啊，哎呦呀，哎，这边有个僵尸村民哎，你们要不要关啊？我刚刚死掉了，在附近不会死，没关系。哎，我找不到路出去。他是他不知道什么职业，他看着你耶，他好爱你、哦。没有那个职业后面会转职吧？哦，等排天才会转。我剩一颗心，可是因为我家的那个。水池它是通往大海的，然后我之前放了一只六角龙源，它好像游出去了，直接游走了，飞自我喽，那应该是不见喽。
他是小小的池子，结果他通往大海啊！你以为你关得住我吗？你在哪？死在哪？啊！我在我家。你怎么是从我家出来？因为我没有床。就跟上次杰克从我家出来一样。哎、欸、，NPC 该讲话了 ，NPC。没事，我床已经打掉了。没有，我自己也床躺了一张床了。没有床啊！哎、欸，不是、欸、哎，不是哎、欸。哎，嗯。把他拐走，把他拐走。那拐了啊啊啊！哈基嘞？我在家里。他回家了。哦，我带你过去。我坐这个床啊，不是坐床啊，坐船。哦，坐船啊！他跑去回来，回来。不是啦，叶妹。走，我们去哈基叔叔家。哥哥是哥哥，哥哥，哥哥。叫哥哥要抽到 SS 啊！贝贝，你哪一个降头打死他？小野，你收他200，收我啦，对不起。小野，那个200块的，芝麻说的啦。芝麻，芝麻，哦，芝麻可以原谅他。哈，猫猫都可以原谅吗？那猫猫都可以，没事。他只有6个月而已，他还是个孩子。啊，是个孩子啊！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他乱讲话了。啊！我再给他肉泥吃，没事。所以，我们家的这个领地范围内都没有山木。嗯，没出去找吧。附近目前是没看到。目前大家走的位置。你很执着。我很执着啊。他喜欢山木啊。对啊，我喜欢山木跟黑橡木，现在有黑橡木就缺山木啦。那就该出去逛逛了。对，我出去了。虽然我知道我的进度很弱，但是我出去了。为了你的坚持。没错。姐，今天发发女神不在哦。对啊。会更危险哦。会很饿哦啊，会很饿哦，走远一点会很饿啊，搞不好我们现在就会很饿了。我现在是真的没有啦，我们今天没有爸爸女神的那个守护师，对，我们丧失他了。他的那个法力足够的、啊，够维持这个礼拜了啦，够了啦。他还在那个超级鸡马里面厮杀呢。他们今天是 Twitch 有活动，是不是？好像是他说比赛，对比赛哦，骑马办比赛也是蛮猛的。这个太痛了吧！哎呦，他拿着铁剑呢，那只僵尸很夸张。哎，好凶的僵尸啊！摸两下就死。屠杀？不是、欸，这个窟窿有点多啊！哎呦，嗯。啊、其实都没掉。其实我们附近的动物蛮多的、欸。嗯，只要有酸神签就更好。好像还没有史莱姆球嘛。嗯嗯嗯，有没有看到？等现成的啊，找那个啊，流浪商人。嗯，流浪商人为什么会有啊？他牵了两只羊驼啊。啊，对啊，哦，他有两条。本团现在不知道，我忘记了。那你觉得他签的是什么？那就签羊驼啊。那他怎么签的？扯他耳朵，从他手里面射出两个线，射出两个线。Spider-Man，人家蜘蛛人，他是羊什么？羊驼超人。羊驼超人，他是羊驼吐口水这样。对。他就是那个、啊，他就召唤师啊，去吧，代替我去攻击这样啊。那也是啦，其某方面来说蛮像的。你如果打那个流浪商人，那两只羊驼就开始啪啪啪啪，对，要气很久才会消哎、欸。之前打过一次，哦、他疯狂吐，超久的，脾气很差哎、欸，脾气很差。主人，他还不是你惹的。哼，打一下而已。有气，我只是不小心把他打死了，不小心打死了，那你就不是一下了，对啊，一下斧头暴击啊，有没有？哦，好，
拍摄啦，我都会用打火机把它烧死、欸。哇，你比较狠吧？你是烤炖呢、欸？他不是啊，羊驼不会生气啊。这是啦，用烧的不会，就是间接伤害都不会、啊。你也可以直接拿烟弹。间接伤害。你好像有走在、啊，你怎么烫了？哎、啊，你怎么烧起来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欸。哦，你怎么烧起来？旁边、啊哦、旁边一下、喔，小心。掰啦掰啦，小心啊！啊，旁边啊，怎么有岩浆洞？哎呀，哎呦，怎么这样？啊，这岩浆好会动哎、欸！岩浆哥跟着你跑来跑去，好奇怪哦、喔。哎呀，好危险、啊！哎呦，你怎么死了？哇，死在助攻射杀了，太不小心了。剑士怎么会飞啊？好像是蛮正常的啦。剑士来了会飞，不然剑士怎么样？掉在地上，我不然踩到啊！啊，你怎么踩到剑士了？哎呦，我好痛哦！这踩到我脚哦，好可怕哦！哦。下来。我现在摸鱼不会掉装备了，可恶！不会了吗？我打好多只喽，哦，还是我比较衰。去打，我还是一直掉木搞木石的那些东西、欸，说不定是你比较衰、啊。摸鱼、欸，哎，感谢运气用完了啦，哎，好了，运气用完了啦，也好了，打那个头像我也满足了啦，哎, 哎呀。你打超过一个，他打了大概两个还三个吧？三个了，我是用抽的哎、欸，他有什么7500的那个，我抽到一个五星的。好，我抽到一个三星超丑的，只是你知道我的五星是什么、啊？它好像是什么八爪章鱼还是什么的，那很棒啊！哦，我知道，就章鱼啊，十五波的章鱼，嗯，好啊，大老爹啊，不是红色瓶子那个吗？对啊，十五波四角章鱼，看到它都可以想到章鱼料理，哎，好想吃章鱼烧哦。哦、不是前几天还吃过吗？对、哦、啊，前几天还吃吗？那时候我还在、欸，就是因为吃过，口齿留香，还、还想再去吃、啊。好好好好好。那你说口齿留香，那你有没有刷牙？口齿留很久，哎呦喂呀！就对呀、啊，那是留香吗？我觉得蛮臭的、哦。不行，你就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论点、啊、你知道就是像我们人都是都会刷牙嘛，对不对？嗯、然后可是像猫猫的话，它是会自己清理嘛，对不对？但是它就没有像我们就是想用牙刷刷或是怎样，嗯。然后大部分你要刷都是人去刷。然后呢，我就想到啊，像我们某位朋友就一直在说，哦，猫咪好香，一直狂吸嘛，嗯，对啊啊啊！我就想说啊，不对啊，嘴巴不是很臭吗？然后它在清理理毛的时候都会用那个嘴巴里的舌头去舔自己身上，嗯，那他这样出毛啊，嘴巴不会臭啊。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们那位朋友说嘴巴会很臭，不会啊，除非他有蛀牙什么的、啊，嘴巴臭，对，就除非他有就是牙龈的问题、哦。对啊，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跟他讲说，哎、欸，那这样你等于在吸猫，你等于在吸他全身的口水，口水味、哦。可是猫没什么口水啊。猫没有、啊，就是它一般舔毛的时候，它只是就是它的舌头很像梳子，它只是把毛梳顺而已啊。它又不是要梳油头，然后每只猫都是花蕊，有没有？它不是，它只是要把自己的毛梳顺一点而已。然后我只记得我每次讲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那位朋友都想不出话反驳我，但是他要说，然后啊，哦，你卖差了，哈哈哈哈哈，他很香啊，不懂，你不懂，可是懂，可是这个逻辑应该是对的吧？你不懂猫的美好啦，你没有办法吸托米，你不懂啦，托米不要这么常打我就可以了。他最近这不知道什么，突然会开始会抓人的。哦，他也会抓你吗？我以为他是我手上的伤就是他这样来的啊。所以你除了那一次那个以外，后面还有啊？有啊，就食指这边有一次被抓到啊。啊，就是跟他在吃饭，他伸懒腰的时候手伸过去，唰就给你打下去。哇，他最近比较怕、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结扎后忧郁哦。
可是好一阵子啦，对，是斜扎一阵子了，然后是最近这里一到两个礼拜开始会比较派，还是猫咪有忧郁期啊？也有可能天气在转变，然后它可能就那里不太舒服之类的。哦，小雨这边好多猫、哦，不舒服要讲啊。对啊，不讲那边闷，然后那边乱打人伤人，讲到好像他会说人话一样。好像他真的会这样。哎，好像真的没有哎、欸。妈妈，不讲会憋出病。对呀、啊哎，我刚才在看就是猫的个性。Oh, 然后好像说就是美国短毛猫是忍耐力很高。哦哦，所以他除非真的是动尾掉才会反应出来这样。对，这边还有，来的，哦，好像也是啊，因为通常不是说看猫咪甩尾巴是不是？甩尾巴就是反照。嗯，我看他都会甩了好久好久好久之后动尾掉才会跟你讲说就是怎样怎样之类的，跟你讲说怎样，跟你讲，对啊，跟他跟我讲，哦，他会跟你讲话，都不跟我讲话呢，哦，哎呦，哦，还有他的动作表示一切，刚刚画面好好笑，小雨在追猫，然后猫在逃小雨吗？然后小雨后面又跟着一群怪，然后有一只被小雨驯服的猫跟着他。好多团哦，好多。嗯，这是那个诶，那个暹罗，那个什么？不是暹罗，那个是什么？不是，这只是那个有一个作者的名字还是什么？作者的名字哦，是 YouTuber 吧？好像是。哦，对。哦，所以有其他命名。投票投出来的另外一个特别的那只。哦，对。那你养到两只了吗？哦，好像有印象哎，那个时候为了解猫咪任务，哎，我记得每一个猫咪都看过。我以为是芝麻，不是？杀了它。芝麻是冰室是不是啊？对。芝麻是冰室。那我加的是 BMW。哦，迪奥吗？哇，可能你小心不要把它开成奥迪，哦。奥迪。不要出现迪奥就好了。对啊。一开车呢，按喇叭声音是，感觉可爱耶，好屌哦，这个感觉很帅，很吵哎，很猛哎，很赞哎。如果我去开货车，我就乱改喇叭，不要改，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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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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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是有那个什么大卡车，他们不是会那个什么倒车请注意之类的吗？嗯，有一些那个司机都会把他们改成很奇怪的，欸，就是可能会播一段音乐啊，或什么什么之類的。好像有印象，我之前有碰过一次，我觉得还蛮有，就是蛮新奇，说啊怎么变这个？对啊。我上次就遇到啊，我那边窗户下面就是那个大马路嘛，就上次新的一个倒车请注意，哎，嗯，哎，欸欸，什么请注意安全还是怎样子什么的，还是倒车请注意弄掉保护机，我说好话啊，就告诉你在倒车路哦，你还站在我车后面，那不能怪我咯，怪我，我已经先有警告咯，这个改善量是没问题吗？好像 没有规定说不能改这个的，没记错，没有啊，它不影响啊，嗯。但是好像说车头的灯哪，啊，前面那个灯好像就不太有散气灯吗？对，欸，我讨厌改灯的，欸，有些人把它改成 LED 灯，眼睛真的會瞎掉，欸，超亮，欸，那个真的超白目，真的是眼睛会瞎掉，欸，真的没办法。然后所以呢，请体谅有闪光的人，好不好？晚上骑车就已经有个痛苦了。你就带那种那个，欸，給我打远光灯，超过分。你要戴那种安全帽镜片，有那个啊，像玻璃的那种，有没有？好，直接射回去，镜子，直接反射，反射你的灯。因为我的安全帽原本是有这个，然后后面就是开那个很亮很亮的 LED， 打过来之后我射回去嘛，
因为他的镜片也很，就是晚上镜片也很亮，然后就射又射回来，互相攻击。哇，你们是互相那个诶，死亡光线呢？太好笑了，真厉害！我反射你的反射，对。哇，你这是反弹他的反弹呢？对啊，我就不懂为什么有些莫名其妙要开远光，真的是。啊！可是你知道，讲来讲去，我还是觉得最讨厌的是那个，嗯，是那个改那个改排气管。哦，对啊，超扯哦！那我当时也不知道干嘛，真的有够吵，可是而且有些真的改的有够大声，我真的是疯。不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那些跑车，它本来就是因为它的马力要很大，所以引擎声音很大，我觉得就算。就是有一些就是要开那种就是。啊，我要先声明，就是我对这个车子品牌没有很理解，可是，就是有一些啊、比较便宜的国产车啊，然后他们就是要把它改的跟跑车一样大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到底是为什么，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吗？可是你的车又不会一直跑比较快，应该说我一直，应该说我一直很好奇说，就是大家听到就是他开出来的声音的排气管发出来的声音就哼很大声，他真的会觉得他很帅吗？我觉得他车要修了，嗯，搞不好自己觉得很帅啊。我就有一种，他有钱改车，还不如存钱你去买贵一点的车，他就很大声了。哎、欸，改车很贵哎、欸，就是他这样改一改，搞不好也没比较便宜啊。然后就开一辆那种超破的车，然后超大声，我就想说啊，这样是有比较帅，是不是？蛮好奇，在场没有人觉得那个声音发出来很大，说啊，还睡呀，还抖，啊，还抖，还抖。对啊，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问到的大多数都是觉得很吵很烦，然后到底为什么还是会有人这样改，很奇怪。知道哎，我想到一样是改车，我有一天骑车回来啊，就是去跨完年回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骑车嘛，然后骑在路上快、然后就我旁边有两个八九，然后我们就骑那个车子，然后骑的时候都还好，然后一直到有一个他们好像想要超车来干嘛吧，就在按他们那个摩托车的喇叭，可是摩托车喇叭不是通常就是叭这样而已吗？他的是一个叭叭叭叭叭。哦 ，GTA 的那一张哦，就是他要改声音，然后那时候在过马路，我就一开始都还没有意识到是他们在按喇叭，然后就是那个路口是蛮大的那种路口，然后他就骑车在那边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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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然后我就笑超久的，一边骑车一边笑到快死掉。很潮啊，很好笑，是个很违和哎。对呀、超级好笑的，那天骑车在路上都快笑死。他把当 GTA 玩嘛？对，超好笑。那、他承载了那一天的快乐。对啊，我新年第一天的快乐。好有趣哦。超好笑，好笑到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学名。真的太搞笑了。我哥之前是有改过车子的那个引擎的声音，他改，然后他我忘记了，反正他就很大声，哎，就蛮大声的。然后他是两个，然后就是一个是原本，然后他是可以切换的那种，哈，可以切换，对。然后说因为他没有，因为他一般就是那个改过的那个声音是警察是可以抓的。对对对、对啊，然后他就是用两个，然后想说有必要。警察来的时候啊，都要切，没事啊，这以前很正常吧？还是什么去验车的时候要用正常的？不知道，可能就在市区有就小声之类的。什么鬼啊？我不懂啊，懂哎，我不知道，真的是我不知道。然后说到那个，你们刚刚不是说排气管很大声吗？你们有看，就是看过小朋友，或者说自己干过，就是还在骑脚踏车的时候，然后拿利乐包，然后在你的夹住那边，对不对？
那个夹在后面的轮子，然后你骑车的时候就骑脚踏车的时候就很像有排气管咯咯咯咯的声音。没有，没这样做过，声音一模，声音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哦，而且还搞不好，搞不好比改管还大声哦。那个晚点找影片给你们看，我那时候有看到。我以为就是脚踏车把那个挡泥板拉超高已经是够屌了，不是这样子哦、喔，就是挡泥板很高，然后后面的轮子地方就是因为轮子是往前转嘛，它就会卡住那个力热包，然后就会有更更更更更，好有事啊！没有这样子就很潮啊！你看我不用摩托车，我也不用汽车，我就可以这样更更更，看。超便宜，多少？十块麦香利乐包就可以了。你确定麦香听到有人拿这去做来开心？我的天哪！他说你们没有人知道，没有，有啦，我知道而已。抖音上的，对对对对对，没有，太荒唐了。脚踏车顶多就是以前就是装那个火箭筒载人而已。对啊，然后去上学到门口到校门口附近，再把它拆掉。对，哦，会抓啊，会抓学校，因为那个是不能加装的。是哦。哦，他们有人说杰克做错这件事情，他常做，哎，哇哦，哇哦，没有这个回忆，是我这种事我也干过，你也干过，我干过，小时候干过。哇，所以是拿麦香利乐包？不是，我那时候是拿，哎、欸，好像有利乐包，也有拿宝丽龙过。啊，宝丽龙，宝丽龙怎么弄？宝特瓶吧。血血，可是也很大声。哎、欸，你好坏哦、喔。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个瓶子那种压扁也可以，瓶子压扁那种也可以。哦。哇。哦哇哦，你好夸张哦。好刺。啊，公园很多人。骑脚车，然后被耍出来什么的，我说哦，好像很猛哎、欸，试试看。哦，真的是蛮猛的，这是童年回忆了。哇，听起来现在听起来也是觉得有点羞耻。好恐怖、哦。我也觉得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对啊，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事情可以玩。杰克还有什么秘密啊，杰克？你要什么秘密？啊、没有说。不知道哎、欸，你这最没有吧？除非话题有带到我，我会想到再说。哦、讲到脚踏车，我只有想到高中同学骑脚踏车骑到手骨折。啊？怎么骑的？大家都想说他是不是就是摔车啊，还是什么被车撞啊？没有，他是为了要一边骑脚踏车一边脱雨衣。摔车就是小时候，然后哎、欸，那也不算小时候，但是我高中的事情，不小了，不小了，不小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会跟我弟就在玩啊，然后我跟我弟就是很无聊，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家的客厅追逐、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跑，然后我们家就有那种高脚的铁的椅子，嗯，然后我就直接踹到他，哎呦，哦，然后就是哎、欸，我右脚的无名指。那我就踹到他，一开始踹到的时候想，哦，好痛哦！可是想说很正常啊，踢到铁椅子很痛也是很正常的嘛。可是到隔天开始，他还是很痛，我就想说不对，出事了，出事了，痛这么久，是。然后我就跟我爸讲，然后那天是礼拜六，我爸就带我去急诊挂号。然后挂号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急诊的那个护理师们都会比较，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很多杂事要处理，他们就情绪就比较差。然后我就听到，就是有史以来护士跟我讲过最过分的话，他就跟我说：“哎，这是怎样？”我说：“哦，我突然踢到椅子。”他说：“啊，那椅子更有仇，你踢那么大。”哈哈哈哈哈！超酸！哇！真的，这是我听过最难过的话了。好狠哦！好狠哦！他压力一定很大。对啊，然后反正后来就去照 X 光，就发现哦，我的骨头裂开了。
哦、oh. oh. 然后我就要带那个就是固定的那个，就是穿着那个固定的那个鞋子这样。哦、oh, ，所以那个哦、oh, ，因为之前听过，只有听过说你就是脚骨折之后，然后要在学校坐电梯的故事，没想到你骨折原因是因为这个。他不是有踢到椅子啊，超好笑的。然后脚就是，其实他不算骨折，反正他就是骨头裂开就。哦、oh. ，然后反正就是要带那个，然后反正那个也是要很久才会好，是大概也是两三个月吧。其实蛮痛苦的。对啊，然后反正，可是其实还好，因为它不会痛，它只是就是要穿那个固定的那个比较麻烦而已。嗯，可是很爽，因为我们学校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哦、oh, ，就是那件事哦。对啊，我就是教室在四楼啊，可是因为我骨折，所以我可以坐电梯。有，衔接起来了。然后大家不是去蹭你吗？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就是十几个人跟我说没关系，我陪你坐电梯啦。十几个人挤在电梯里面这样。对，以前的故事串起来了，串起来了。然后我就不用去那个，我就不用去生气了，超爽的。没错，就是我高中荒唐的脚骨折的故事。好酷啊、哦！我那时候是骑脚踏车，骑到就是胸腔裂开。啊，他怎么骑的？你怎么骑的？这就是看特技脚踏车看太多，就是特技脚踏车其实是没有刹车的嘛，就是前面他那个没有那个他的线是没有绑到后面的刹车。哦，那时候就爱玩，就是把前面的那个龙头转180度，想这样转，结果转到90度，发现线卡住，所以那个手柄就往我的胸腔戳下去。然后。那时候我妈就会说、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我说我好痛。我就只说我好痛而已。然后那时候那什么去看中医的时候，他就贴了很大片的那个药膏在我胸口，然后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又用一个纱布包住我的胸口。等一下啦，等一下再会员啦、啊、然后那再来就是我隔天上课的时候，身上中药味很重，每个都很异样的眼光看我，然后就那个药膏就是开始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然后就有人说：“老师，繁星大便了。”就那个药膏从我胸口就一点一点掉下来，像啦，对，也是的话，哦，变了，好羞耻哦！我的天哪，哎呀。我都可以有这么有趣的事，啊对啊，我看过人家在我面前骑脚踏车受伤了，哦、oh. ，就是那时候是小时候，那真的是小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吧，嗯，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家邻居那时候都跟我们，哎、欸，为什么、啊、不是那不是国小，是在更小一点幼稚园的时候、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跟家里面附近算就是亲戚的男生玩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是其中一个男生，他就在那边骑脚踏车。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小啊，不是幼稚园都超小只的嘛、嗯，然后就硬要去骑，他就跑去骑那个种很高的，就是一般的那种，就是可能国高中生骑的那个脚踏车，哎、然后很好像很帅这样、啊。然后他就骑，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我那时候在山上嘛，然后我们那个山上有一个就是很大的斜坡，往下冲的一个斜坡这样，然后他就是要耍帅，然后就直线冲刺，冲到那个斜坡前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然后急刹车之后，那个轮子就往前，然后他就整个人翻了一圈，然后整个人摔在地上，然后摔断两个门牙。哎呦，好痛！就在我面前，帅哦！第一次看到那个车子直接翻了180度，哦，真的是。哎、欸，不是哎、欸，我现在在看了一下，是不是很多人真的都是因为为了什么耍帅什么的，然后都摔耍帅啊摔、哦，然后每次都。就摔到不行、欸，狗吃屎！那不是摔到不行，是摔到不行哎、欸。那你们摔到不行，你们有没有看过别人是骑车或不管单车还是什么机车？机车比较危险，但是单车啦、嗯，就是看到那个很帅，就是前轮翘起来，你没有跟着学？没有哎、欸，没有学过一两次，但是我有尝试、欸，尝试想让它翘起来，但翘不起来。对啊，我曾经有过，而且我还是用那个你知道那种熟女车。你是不是人坐太后面了？没有啦，你到底是拉多大力？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就拉起来，但拉了一下，我就要跌倒了，赶快！哦，你好强哦！
你好猛哦！可是我以前都是很白目，单手骑车就是。但我有单手骑车过。那你有双手放开过吗？我不敢。我有双手放开过，我有。有啊。哦，然后我前期的话可以双手放开，然后转弯什么的，好强啊！可以啊，我那平衡感够好的，不行，我不行。我以前就是那时候迷那个什么，魔术方块，我就边骑车，然后双手那边转魔术方块这样子。你疯子！你怎么骑车？那我有一个类似的，就是我以前会，就是大家会用那个橡皮筋弄星星吗？哦，会啊。对，然后两只手的星星，对不对？嗯，就是反正就是有点像类似翻花绳这样。然后我以前就想说，你看大家都会两只手的星星，我要研发出来一只手的星星。然后我后来真的有试出来，就是我可以用一只手把就是星星弄出来这样。嗯，所以我以前就是会一边骑脚踏车用单手骑车，然后另外一只手这边翻一只手的星星。好忙啊！哇，就是现在想起来就有一种不知道在想什么，可是就是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哇塞，我好屌哦，可以骑一边用，好强哦，我好猛哦，我可以一次做两件很猛的事情的，然后都在拿去炫耀，对啊，以前我都是这种事情啊，好猛哦，对啊，我那学生时期就很单纯，对啊，我小时候就是玩这种事情。对啊，你小东西都可以满足了。我就一直就觉得说，哇塞，我一定是所有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单手这边把星星弄出来的人。啊，结果实际上是吗？应该是吧？你们有人会单手用星星吗？会啊。没有，我连双手都不会。我不会。对啊。我都不会。我以前人家那边玩橡皮筋，我只会弹到自己手很痛，然后我就丢掉。你是Tommy吗？所以我才听得懂他讲的话嘛。哎呦，哎呦，哎呦喂，哎呦喂，不行哎、欸！你们刚刚讲那个什么无手骑车，我就是我反而是那个摔车过哎、欸。哦。而且 我是直接摔在马路上。哎呦。哦。哎呦喂。超恐怖的啦。等一下，我们地狱堡垒在这里吗？大家小时候都干过多奇怪的事情。不是，我看到有一个也是，我觉得跟阿基刚刚讲那个转魔术方块异曲同工，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为什么有人要边骑脚踏车边吹纸笛啊？哎、欸，很危险呢、欸。可能讲没有，所以我觉得考试吧。我觉得玩魔术方块跟我同学是边骑脚踏车边打 PSP 就算，他们至少是有在做别的事情，但。吹纸笛的乐趣在哪里？你不要跟大家是吟游诗人嘛，你不要这样。我没有跟吟游诗人骑脚踏车的。不是这个故事越离奇，大家要到底要边做边骑脚踏车边做那么多事情？对啊，在干嘛？为什么？你要哪一天我都特辑是不是？我都听到有人说边骑脚踏车边做晚餐，我都不意外。我跟你说，晚上那你还要把那个厨房搬在你旁边跟着跑哎、欸？对呀、啊。哦，有了，我倒是有边骑车边吃晚餐呐、啊。啊？为什么？吃东西可以、啊、吃包子之类的还好。你是骑车午餐吗？就是因为之前那个我在资讯公司上班嘛，那时候就快迟到，然后想说你就在公司又不能吃东西，那我就是边吃边骑，你知道，就单手然后控制那个油门，然后左手开始那个饭团就咬一口咬一口咬一口这样子在吃饭团可以哦。如果说你要咬个吐司，然后你就变成日式的那个女对啊妹妹，哎不是，没有，他一定会撞到东西呢。对啊，他叼吐司，他骑机车撞到什么？他一定要撞到才会有邂逅嘛，对不对？是啊，就是转角啊，然后就转角走啊，撞到了啊，撞到气，吐司有点掉在地上，原来都没事。撞到的是没有在刹车的阿北。不要啦，不要撞到这个啦，很危险呢、欸。吓死，都吓死。哎，你只要遇到那种就是超级不守规矩的那种阿公阿妈，你如果车祸真的遇到他，真的超危险的哎、欸。嗯，你搞不好一次就赔不完了哎、欸。嗯，对。就算错在他们身上，可是你光赔医药费就赔不完了，真的太危险。所以他们才很都不看马路，直接过马路。他们在玩青蛙过街。无聊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赚有没有？哇！
真的很恐怖。哇，这个死法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麦块里实现。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生存有人这样。你看过真的？我只想回家了，我不是故意死，我是故意死了，我是故意死的。你是从上跳下来，还是从上面被那个戳死的？从上到跳下来，哇，这很痛哎，很强哎，很痛哎。他其实站在旁边慢慢被戳就很痛。啊，会吗？会啊。是啊，那一格的话会戳。可是你越高下来戳到它好像越痛，没错。不会啦，我现在站在石笋上，我不痛啊。不会吗？不会，我会痛哎，还是那个我没有搞，我没有搞成另外一个，因为另外一个世界的笋子真的会痛。跳是会啦，跳会痛啊。可是你如果站在上面，站在上面不会痛。哦，因为另一个世界是连站旁边穿过都有可能会痛。哦。反正大家分不清楚了。对，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不太。对，它只是长得不太一样。啊，去厕所。我刚刚原本还想说，所以哈记你是盾子吗？你被戳穿？哇，盾子，江之岛，江之岛盾子被戳穿。哦，直接咔嚓！哦，爆雷！哦，我真的躲久了。哦，我还没玩呢。哦，我还没有玩。你看完了啦，你少骗。而且我相信在场的应该全部都已经看过，我们都玩一轮了。你看我们这边在场几个人跑过？三个哎，是啦，是三个吗？第一代玩完了，第二代对啊，对啊，第一代啊，对啊，对啊，没有，因为你那个后面就太多雷了，太多爆雷了，雷的多，然后再加上它的剧情，它你第一个事件结束到第二个事件中间过了要过五个小时，真的是我过不下去。它是真的过蛮久了啊，可是如果你有玩到最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讲，虽然说它有一些其实可以跳过，其实应该是可以跳过的，铺陈铺太长了。对，没错的。哎呦，我的烤牛塔好像 OK 了哟。烤牛，对，烤牛。哎呦，它会自己长大自己喂吗？不会，半自动而已。哦，要全自动应该有点难吧？牛不可能啊，对吧？要有人喂它，这一定要喂啊。对啊，牛感觉。他麦块哪一次改版会改？好不好？头灯啊，发射器可以喂食动物。哎，我比较希望他加多一点家具。麦块家具真的有够少。你只能用现成的东西去合成啊，去搭配，有点难，你知道吗？你可以学那个啊，用盔甲架。是啦，有很多盔甲架做出来的都还蛮神的，是没？有些很帅、欸，有一些就是真的做的很像，就是生活，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可能书柜啊，或者是厨房啊之类的，很猛。嗯。可那个要用到活塞、盔甲架啊、哦，现在没办法啦，有点难。可以加油，等你研发出来，我帮你加功能上去。加功能？你是说做上去吗？就是看它是什么功能啊，就是我把指定就做得到，有没有？哦，你就做，比如说切菜嘛。对呀、啊，或者是什么之类都行啊。应该多带一点食物才对哦。饿了吗？因为我现在我要去找中介了，我现在有12个中介之眼。对，中介的话是不是、哦、是不是就一定在范围外啊？对。对，基本上是吧。食物代购一点，那你要不要带食物啊？所以我要回去拿食物了。我刚刚走到一半，突然想到，对，我要去拿多一点食物。白痴！我说我白痴，我是白痴，白痴要这样子，为了一张唱片摔死了。哈哈哈！是为了一张唱片的，对。不知道唱片在哪里，死了還不知道他掉哪里，好难过。F 3加 B， 哭的。附近的牛全部都干走了。好啊，哎呦，你吃这一位的。来回家。回家啦，回家，邓来啦，给我生一堆啦，我要吃牛排。
带你回家跟团团生一堆。哈？好危险哦！哎呦，所以会变成是黑白相黑白相间的牛吗？牛也是黑白相间的。乳牛是这样出来的，原来乳牛是这样出来的哦。哦，天哪！就像家里养了一头牛。真的是家里养了一头牛哎、欸。哦，这广告好久了，现在还有？有啊。对啊，这现在没有在播这个广告了，没有在播了啦，没播了。嗯，好新鲜哦，好棒哦！就像家里养了一头牛，家里养一头牛到底有多臭，你知不知道、啊？对，全给超臭，真的耶，臭到不行，都是牛粪味。喂。有时候闻到什么臭的时候，我会仿佛在家里养了一头死牛。啊，普通的唱片亏，亏呀、啊！在哈基家楼下放个唱片机，哪里？放一直放音乐，一直放。然后哈基说：“奇怪，为什么我家只有音乐？为什么？应该是宝地吧？什么？又宝音乐宝地？音乐宝地？家里会唱歌？有那个啊，就是音乐小精灵啊。还有，哎呦！拿到一双钻石，谢谢。你可以留着。穿它。对啊。它是什么啊？不知道哎、欸。你只能先留着的。它有一条幸运的、欸。哦。还有四条，是不是？那好像还不错哦。啊、对吧。这样好的。哦炭只有这么少、哦、你要带火把、哦、你要吗你需要吗我好啊那弄一点火把烤一点东西来不要啊耶感谢你还需要吗我给他暂时够了暂时够了感谢啊，去打海带吼也可以啊。海带，呀，海带，一堆衣服。哦、啊，我来拿黄金去跟猪人交易，猪人交换。你要换什么？黑曜石。黑曜石。哦。等下给你哭泣黑曜石。我就把它打到 哭给他看。这哭泣黑曜石到底能冲啥？不能啊。除了解洋葱以外就没了。嗯，就重生毛嘞？哦，重生毛是他吗？哦，好像是哎、欸。哦，是。是，我一直在想，加重生毛这个东西，虽然刚开始听到它的功能觉得很新奇，但是真的有人会在生存用它吗？就是感觉在地狱重生没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嗯、就除了你想玩地狱生存以外，对啊，对，而且它会消耗次数。啊啊，不对啊！地狱生存，我们这里有一位就玩过，他也没有用重生毛嘛，对不对？那个时候跟我们没有东西啊，那时候还没有。不是他那时候就在地狱倒水。对啊，这个时候就要说，这个时候就要说，你看他都没有重生毛都可以做到了。那时候地狱是长现在这个样子吗？好像不是哎、欸。那时候有绿绿跟红红的地狱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嘞，好像就整块红色的。对啊，这整块昂昂哎。哦、他们有人说可以哦，指路标哦，原来它只剩下指路标功能。是那个。回家的方向哦，会永远指责家里的话。确实啊，如果你生存把那个 S Y Z 轴都关掉的话，嗯，哇，那真的很难哎、欸，我觉得。对啊，对啊，就真的只能靠它了。输家没错。好缺桦木哦，木好缺哦。对呀、啊，因为找不到山木。村民可以换树木头吗？原木有换树苗，
流浪商人素描。哦、对，又是他。咦，流浪商人有换素描、哎？那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一个就是生成的时候，大平原就只有平原那个的也可以生存啊。其实是好像可以，空岛都可以生存了啊。对啊，应该是空岛都有。哎，不是，我家你家又来了吗？你家又来了吗？对，我家有一只。哎，不是，哎、跳跳跳跳，生一只精英深海守卫、欸。跳跳跳，打他打他，贝特，干他干他，打他。精英深海守卫这样你很麻烦、欸，不好打、啊。哦、欸，还要游走了啦！哎、欸、，NPC 不要跑 ，NPC， 好痛，超痛！是谁、欸？我还在盖机啊！哦哟，哎、欸，跑了！记得我在上面。哦哟，哭啊！在上面，我的床好像忘记躺了，刚刚有拆掉。我的天、欸！我头好痛！我家是什么？精怪生怪砖是不是？生产地，你找到了？不是，我刚刚上个厕所回来，怎么我家底下有只 boss？ 游过去的，游过去的、啊，就游过去的，他游过去的。我戳瞎你眼睛，我戳瞎你眼睛。他在我家楼上出生，然后游去你家了。嗯。月月觉得麻烦，哎、欸，麻去了。哎、欸、哎、欸，在我家，哎、欸，我家直接走，换人家，他直接走到你家里面呢、欸，哇塞，对，哇，好狠哦、喔，我还有，吓死我了，好过分哦、喔，你知道那什么？那是风水宝地，又是风水宝地，又是风水宝地，阴魂在，哎、欸，阴魂在底，还是不要咬我，我一下都没打你，干什么？还想吸你？为什么重生点都是在中心？因为我刚设定的、啊嗯、哦，好，我可以再重新睡一下就可以了。好啊，干什么东西？我没打你，我打了才一点点。有啦，至少现在大家打他会扣血，不像前阵子都没血没扣血，那个就比较 QQ。嗯啊，不对耶，我盖啊盖错了，是你在哪里看不到？哎呀！啊、有一颗黑曜石，有一颗黑曜石了，一颗了。哎呦，你在跟他换是不是？对，我在跟他换。我找半天我找不到，可是他拿弩哦，很凶。你拿给他就好了，他就分心了。没有啊、你如果没有了，他就是你又赶快给他下一个，跳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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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他真的是去各种家里拜访哎。不是啊，我们就很近啊。还、啊、要过年嘛，走村、啊、过年了，走村呢、啊？走、哦，走不行啊，这太难打了，这只太难打了。那叫他去你竟然会说太难打？对啊，好啊，你不打那我不打了，然后打了，这太难打了。我去你家，我去你家，一直打一直板呢。我去你家，我去你家。杰克竟然胆怯了，我胆怯了，对啊，我孬啊，居然我背后都输啊。他这样在我家门口，是不是我一出门就有可能被他直接亲脸呐？嗯，要快洗脸。哇，他在我们两个人家的门口。干什么？哦，我只想盖家，不要这样。突然觉得好像住在海边的。哎，引来来来，引去团团家来。哦，好，去团团家 ，OK， 好。这里，这里，这里。都有人这么说了，那就脸部按摩，脸部按摩，脸部按摩。哎、欸，他不看我哎、欸。旁边刚好有一只小只啊，今天找一下。我黄金掉你身上了。哦、他想背头。我们差两颗黑曜石了，各位。黄金哦，换到了两颗。耶！稍微要穿金装过去吗？不用啊。啊，因为你不用啊，你给他的时候他不会生气、啊。对啊，哎、欸，差一个，差一个。那我过去，我过去，我这边有。他冲过来的时候就送他一个。TP 错了 ，TP 错了。TP 错了。啊！楼上爆炸啦！我要补啦。啊，那给你。楼上爆开啦！爆腰。不要生气的，不要生气的。看来是他的剑飞的比你的黄金送的快哦。你要送的慢哦。不会，
我很慢，我很慢，我很慢。捡钱啦！你直接按右键点给他就好了。对啊。哦，右键点他，我是用 Q 的。可以直接点他，因为你丢在地上，他要有时间把它捡起来。啊，你直接点他，他会就直接塞给你，直接塞他手上。对，直接拿给他比较快。给黑曜石啦，你都杀我一条命了。白痴，不要啦！我再见。哎呦喂！有人在搞，有人在搞，是有人在搞啊！哎呀，没事没事。小雨，你还在吗？你还在那边吗？我死掉了。那你可以先 TP 我一下吗？等一下、啊。可是我旁边有岩浆啦，你可能要注意一下。TP 我，然后旁边有岩浆，你自己要跳下去哦。僵尸，你们排排站啦！哦呦，坏轮啊！我的剑坏了！哎呦，快点转移转移，团团交棒，我能过来。头也坏了。哎呦 ，Kiki， 我还在，我还在。睡开。我一个，我扶一个。你的珍珠爆了、哦我！我的珍珠碎了一颗。哦哦不，还有十一颗，还有十一颗，不怕。两北齐打不到我。交易你捡一下，我去跟他交易。嗯。奴放下啦，不要生气啦！杰克怎么会这样？是，他今天是暴躁，暴躁杰克。杰克。哇，这边擦亮一点啊！原来两格高僵尸会跳起来打你哦！会跳啊，现在会跳了。他会站在边边跳跳跳跳啊！他给铁力给这么多，不要给铁力了，我不要铁力。铁力一次给十几个吧？对啊，会啊，他可以大概一次给十几个。铁力，铁力，铁力啊！我们的养鸡场又都是僵尸啊，棒！丢垃圾给他啊！他一直给我哭泣，黑曜石啊！我也拿到五个啊，没事的。你剩下最后一个 KPI 了，只要你跳出冰桶挑战，我们就知道可以去复活了。黑黑的是什么？黑石哦，黑石，很臭哎、欸！黑石骗你哦，哭啊，黑曜石，哭啊，那真的是哭啊，黑曜石。哦吼！有了，有了，可以附魔了！哦，好诶，好诶，我们可以回去了。他要给我哭啊，黑曜石，他给我九哭啊，九哭，九哭，九哭啊！要把他杀了吗？可以啊。我错手给完，你跟他只有一碗黑曜石，然后你就把他杀了。哎，好小朋友哎，好可怜哦。然后就坐他后座，好可怜哦，去死啦啊！七四一四，七四一四。要金装嘞、欸，好像可以剪，看一下，金装可以剪成哦，剪到钻石装，啊，我要撕回家，哎，好爽、哦，哎、欸，对，鉴定台，我要去鉴定台，我都忘记现在，我现在可以安心的杀猪了呢，好开心哦，可以鉴定，可以一服一个，对啊，我现在一服一个，那我看我把黑曜石放那个。哎、欸，不是，尸草伸到我家里面哦。哦，哦，哦，好困扰哦。鉴定装，杰克，杰克，嗯，给你。啊，给要鉴定。有钻石吗？还是我回去拿？有啊，我有，我家有。啊，这里也有，这里也有，公共箱有。哎呦！那我把黑曜石。哇，这胸下有两排快满的弓箭，也好扯哦！那黄金，哎，好凶，好凶！20%跟16%，好，好好说话，我说什么？我家是极品英仔女，你再给我说一次，我打死你哦！第英仔，第英仔，啊！这是什么？说话，活该了！啊，我还以为，
超多沉思的啦！我一转头，你知道我一讲完丽英仔，一转头上坡了，就一坨沉思。没有，我以为是阿旺跑去弄你嘞。没有，因为他在堵我。超恐怖的，害我还开心，想说哇，开心一下，开了一下，说哦，有人去弄小雨了，开心了一下，哎呀，开一瓶香槟庆祝一下。对，没有没有没有，开始关心你好不好？开始关心你一下。对，原来是这样啊。我人很好，我人之前都不会想关心这样子，突然关心。没有，之前不他每一次就不用啦。哦，没有，之前他是加害者啦。观摩一下。嗯，好了，至少有家的感觉，好不好？什么感觉？哦，你说你家，我家稍微盖一下下，有床，有箱子，哦，采收甘蔗哦。好，这现在缺书本吗？对啊，我来收甘蔗。缺书。书啊。度。妈，你好吵。你说妈你好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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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啦，哦，他在干嘛？他在干嘛？他在玩那个纸袋啊。马会掉皮吗？不会，会。哦，太棒了，两张皮。可以去那个啊，哈记不是有烤牛肠？他刚开，刚用好，刚开幕，刚开幕还没东西，都还小。原来我身上有13张皮革，别担心。那我应该不用杀他，你应该早点讲。他已经成为你的刀下亡魂了吗？还有书柜啊。哦，好了。对。对啊。哎呦，好难得是杰克说，那我其实不用杀他了。杰克不是平常都杀吧？谁管你？我还是有良心的，还是有。有啦有啦有哎，有啦。干嘛干嘛？我找每一个都杀过一次哦，这样子我就不相信你有良心。对啊，不相信。你没有杀我们，我就想。哇，现在是改口喽。我以为你改过向善了。我们要找个地方把它放好，欸，外面苦力怕会炸开。阿吉家会砰砰砰，又爆开了。哦，你是说苦力怕会炸爆那个吗？就我们的书柜什么的？那很简单啊，你让书柜那些淋到水就好了。水下附魔台，泡在水里，对不对？水中附魔台是吧？对啊，真的啦。很吵，欸，猛。要先弄个水池，嗯，所以附魔台跟书柜中间有水的话，它不会影响那个哦。哎，欸，不会吧？插个火把就会影响到了吗？这水我不知道，火把会，啊，火把会啊，水不知道，没速过呢。速速看，你看麦，好吧。起雷就知，你看麦。因为曾经王国想这样放，就那个核心附近都是保护不能倒水。对，没法躲。等一下，我来偷一个甘蔗。没晒，不可以偷。没晒，小雨说没晒。可以。我不是，我说不能放水了。哦，没晒行。没晒，没晒。接的时间点太好了。请问有人需要草皮吗？草皮，什么是草皮？对，就草皮，什么意思？安德拿的草皮，草地，草地方块，对，草地方块，草皮。我
那你要不要炒地皮？炒地皮，好希望我有钱可以炒地皮、哦。有得炒很棒啊！好希望可以炒、哦。如果我有那个能力的话，你可以炒钱给我们。如果、啊、我有那个钱、啊，我也好想炒哦。对啊。好好。先等一下。所以那些马儿要都杀掉吗？不要吧，还可以养、欸，可以留一些啊。对啊。我打到一把钻石镐了，什么时候？然后留着留着，之后可以用。刚刚吧。对啊。把那马供奉起来，拉变祭司。马儿祭司哦。祭司马儿祭司。哦哦哦哦哦哦哦你很会聊天呢、欸，哇！你很会聊天呢、欸。我突然又想吃油锅了，不要油锅啦，要油锅，想吃火锅了。哎，哦，好想去吃那个上次我们吃那家很便宜那家火锅、哦，那店员好可爱哦。店员吗？完了，我觉得。我需要先打电话了吧？哎、欸，不是，他真的很可爱哎、欸！哎、欸，走啊，我们去吃，我想看。你知道他们的桌子特别高，然后店员都特别小只，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弄。他只是怪，他只是想要分工作。不错啊，这样有吸引客人，不错啊。就吸引到你这种客人吗？你这种客人，你是指哦，这个喜欢小小小可爱我觉得怕等下说什么话都错了吗？你已经要已经差不多到了说话要错的地方。嗯，我不会说话的艺术。Goodbye。他真的很可爱啊你就是喜欢小小只的小只小只的你确定他是男生吗啊女的啦啊对耶你要先确定耶你每次说你可以的都是男的对啊都是男孩哦不可爱的男孩子你要确定一下呢，男孩子也不错啊。然、嗯、后不会怀，不会怀，怀不会怀有心机，没有对，不会怀。哇，果然男生最懂男生了。完了，我的怀。怀有什么词不行？词语接龙，拒绝。怀疑自己啦，怀疑人生，不会怀疑自己啦。哎呦，对啊，啊，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我怀疑人生呐、啊。我隔墙、哦、找到了、欸，找到了。哦、yeah. oh. ，有离我们那个界限很远吗？很饿吧？1300-1400。哇，1300-1400，好邪哦，很远。蛮远的、欸，那到时候大家都要一堆食物、欸、不然会死、欸。嗯，要要洗，要要洗。为什么我种的花木树苗它会一直弹起来？因为不够亮，不够亮。可是我旁，嗯、我就在火把旁边呢、欸。为什么会弹起来？花木会弹吗？不会啊，你是说种子我会弹吧？应该弹起来，应该说就是在这边这一颗会而已啊，就在我这一颗。树苗应该都不会弹起来，树苗不会弹起来，没有没有，树才会吧？还是是有人也跑来这边挖这棵树，然后种回没种回去啊？弹起来？应该是不是吧？应该是上面的树苗掉下来吧？上面的树掉下来，没有没有。可是这我挖这一棵挖完，我都一定会插上去。但是我刚刚看到都是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啊！可是树苗不会掉下来、啊，树苗不会弹，作物才会啊。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火把会插太近了、啊。不会啊，火把没插，打掉哦。火把没影响，谁？哎、欸，这你的哦。哎、欸，这是你的、哦啊。我收这块，我收这块。耶、欸，悬空的树耶、欸，什么东西、啊？没有，他刚刚在撒骨粉的时候拿那个副手拿斧头把削皮了。哦。我说：“哎、欸、哎，这你的喽，这块你不要剥的，你自己收好、哦。你要负责把它弄好。没事啊，等一下变成木棒了。
你的责任。为什么这边有棵树苗？团团的？不是，就是那个在鉴定台这边。弹过去了吗？弹很远哦。这要过去打渡鱼吗？我在找，对，还在找位置，就只现在知道整个城的位置，但是传送门的位置还不知道。那我要去玩玩。哦，他是可以判定打死的哦。嗯，哦，我想说你要用铁桶把它捞回来。铁桶会捞渡鱼吗？没有，不行啊。好哈基不是有办法吗？我没办法啦。哎、欸，你那时候是说高校可以做到什么？那时候是在魔族里面。哎、欸，对，雪球去丢它，然后把它变宝可梦球啦。哦哦，变成那个渡鱼。那你有办法做出那个魔族？包包不行，就是那個。啊！我已经帮你问过了，我已经帮你问过了啦。哈米莎嘛，请问我直接挖出渡鱼算吗？你打掉看啊！打，维修系统、欸、要看上面。哎呦哎呦！是哦。原本今天也是想说去找个高山。哦，直接打。我就是直接在中介这边一直挖墙壁，他们就会出来了。你用空拳敲就好了。哦，你好强，你好强，哦，都是你，你好强，哦，好强，好强，你超猛的啦！我来看戏就好，多推一点，多推一点，多推一点。哎、欸，有，我好像看到里面有渡鱼哦、喔，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哇，你又杀了一只渡鱼，你又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和平了。哇，你真的超棒的呢！这个，哇、哦，对呀、啊，我都以为我加到那个。吹捧的 DC 群人不是他们刚刚那个讲话方式超像只会在旁边讲干话的村民。你好棒，你好优秀哦。你超棒的，我好像跟主播一样优秀。哇，你那个杀渡鱼的英姿，哇，大家看到都会回是谁又输挖一半，就杰克啊！我刚刚说，他刚刚说啊，我那一块我负责嘛，我那一块。他说：“哇，悬空的树哎、欸！”说我刚刚情绪转折，是谁刚树刚砍掉？到底是谁？出来！这个话好大啊！好笑。然后之后再回来啊，好棒哦，这样。老师透明哦，没关系啦。好笑。满了哎、欸。够了吗？回家吧。够了。满了，满了，满了。家里有没有变化？可以顺便把门找出来。好啊，走啊。家里有没有变化？我看一下。变化？你说变化还是变化？变化。变化。上面有写字吗、啊？我找到了。系统。修护中，修护中，还在修理中。哦、啊，我都来了。哦，我是哦哦哦哦，这什么？好像某王国，是好似曾相识的。太好了，烂啦！所以你自己研发，你自己后来想到怎么写了，好猛。啊，什么？这他自己研发的，不是我，他自己研发的。那黑科技，他自己已经有 AI 出来了。哇！我的导演啊，那他会唱歌吗？可能要叫你要跟他讲话，你要跟他说唱歌。我们再去云哥那边好了。唱歌，他应该是有点难啦、啊。那他的名字叫哈比吗？等一下哦。怎么会唱歌？哈基会唱歌哎、欸，他有唱歌吗？我怎么没听到、啊？嘟嘟嘟，那个，为什么是巨人的歌？只会唱，他怎么只会唱旧的？之前就听过了哎、欸，他会不会新的歌？哎、欸，苏桂芳啊，中间有、啊、对耶，打打打打打，哇，这边就是了、啊。对啊，对啊，下来就是苏桂芳了。这样就不用那个了，不用再自己弄了。有人被渡鱼咬的不要不要的，被渡鱼缠身。我在记坐标。哎、欸，哦，这么低哦，高度四哦，好低哦。哦，找到十字架。
这十字架是不是被改造型啦、啊、哪一个、嗯、有两个十字架哭工的十字架哭工的我改过啊改过啦哦想要什么改造型不喜欢吗不好看吗你可以再改没有啊还不错啊还是你喜欢死稿的造型然后杰克就把改不好看不好看吗没关系啦我没有这样我喜欢自己就改啊我没有这样说还是唐唐呀谁改的谁改的改的好棒哦哇这锅我背这锅我背哦改造这是哇世界奇观耶哇真棒对啊那我们应该超大十字架十字架在你家门口好不好的天哪哪个没有我在弄那个水流、嗯欸、不是连长身上是满的我没有吸到半本书、哦以为吸了很多本，其实一本都没有。我吸了两组啦。你们说谁给我吸走了？我的书呢？我劝你把书还来哦。嗯、一本算200就好了啦。哇，两百哇，肉你哦，肉你，对啊，肉你哦。这一对耶，那个刚刚杰克已经打完杜宇了嘛，对不对？对啊，对啊。那我们中途也都，我们中途也都，我们这个加油团也一直疯狂吹捧你嘛。啊，这个等等，那个你等下是不是？等下信箱会有那个是那个 QR code 是不是？对，记得会一下付款 QR code。没有啊，真的之前网络上有卖这种，有啊，真的有很猛吹捧群啊，超猛哎、欸，我觉得超厉害、欸。他要想得到那些词汇也是蛮厉害的。而且我记得好像收费也没很便宜的样子。副本增强光碟，收着。可以增强自己吗？哇，这个可以算化石了吧？增强自己吗？什么吃光碟吗？等一下你吃光碟吗？哦，我觉得不错哎。你是 Jolin 是不是？空调 Jolin。哎呦，我觉得吃光碟蛮合理的，吃攻击就加攻击，对吧、啊？你这样就要有一个技能光碟跟一个记忆光碟、啊、哎呀，十字海哦！你说用个插草是不是？哎、对，啾啾，插草可能没办法啦，不过可能身上的某一格那个位置可以放，就是变成那个东西啦。那可以裤子吗？哦不要抓不死的，为什么？身上36格我的裤裆里有光碟。好吧。某一格哦，哎、欸，这样我也想要把中介整个拆掉、欸，我好需要那个石砖哦。中介拆掉，哦、你要盖东西哦。啊石砖不是自己烧石头就好了吗？对啊，那就很啊有现成的，有那个裂石砖跟青苔石砖、啊，你再烧就好啦、啊哦、再烧一次就变裂石砖啦、啊。啊，你要藤蔓，我家也有啊。他想要直接现成的，好啦，我想直接挖的，不想合成的，好啦，他不想要多一道工啦。那你不要在中介门附近挖，你可以离远一点就走开挖，对，不然中介门附近破破烂烂的很难看。等一下就说我帮你换成一般鹅卵石，谁给我挖的？给我站出来！站出来！好了，我要回去了。今天任务达成，回家。耶、yeah~ yeah~ ！辛苦了，辛苦了。还是月月也要吹捧团？不用不用不用，到时候你月月真的好棒、啊，你好棒、啊。你怎么这么厉害？你看那个中介珍珠，哇，一颗一颗丢，就直接找到了。啊，算了。捧，你看你花花草草，我叫你捧，就找到了祭坛，好厉害哦！你知道每个都安静，我不会吹了。你这件事情的英姿永远永存我们大家的心中。以为结束了吗？讲到吗？我要讲可以讲很久啊。我不收那个付款账号、哦，我不收、哦。不好意思，你已经跟我来不及了。我没有要付钱、哦，我没有付钱哦。
那样啊，你们要付钱啊？哦，那也还好嘛。找那么久，那就死了。对吧？找那么久，不亏了，不亏了。不吧，没错。哦，是。副稿子喽，各位，副稿子喽，副稿子，副稿子，幸运稿啊。不是钻石不是还不能用吗？不是啊，稿铁稿啊，铁稿铁稿可以用啊。你怎么了？哦，没事。你盖家盖到昏头了吗？快了，还是你捅到缺氧了？哎呦，你会掉球？那沙轮我放，我就放旁边好了。车站跟铁针把它拿过来，站了。啊！村民他繁殖条件有什么？就是要门跟床、工作台，还有他的工作方块，方块不用门啊，工作方块，还要拿食物给他们吃，对，还要吃饱，他们要吃饱才有办法丢面包给他们比较快，就职。就这不是没有工作方块就好了吗？那他说生、啊、生小孩的条件，生小孩啊，没有生小孩也不用就职啊。哦，所以就是择一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会让他们就职是因为你如果让他们两个都是农夫、啊，然后你让他直接种东西，他们会互丢啊，互丢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就可以生小孩。嗯，对，就是一举两得、啊。如果你只是你要人工让他们生小孩，你就丢吃的给他们就好了。哦，你就自己人工丢食物给他们吃就好了。嗯。就看是你要请代理保姆还是自己来？代理保姆、育母吧，育母。没有，应该说是一次还是就是你想要让他们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啊？如果要放让他们一直生，就弄个农田啊，丢两个肥料桶让他们变农夫，然后他们自己丢这样。他们就很开心。对，怎么只有三个？啊，记得种不是啊？那个啊，就红萝卜不要种掉啊。嗯，你怎么可以怪我？为什么不用种马？为什么不用马铃薯？烤马铃薯啊，要烤啊，因为要烤啊。不用烤，不用烤。他们吃生的、哦。嗯。他们要的话，给他们种那个啦，种红萝卜。萝卜比较好。因为马铃薯他们会卡那个毒马铃薯，毒马铃薯他们的包包，对，他们包包会越来越满，就跟小麦一样，小麦更严重，一大堆种子。哦。会出事情。哦、哇，真的是。都想好好，到时候他们不会自己清理他们自己的背包。嗯，啊，不会啊，不会啊，好废哦。他们只会拿，他们只会拿，不会丢掉。嗯。哎呀，干啥去啦？忘记了。我猜杰克在这边。哎、hey!。耶、yeah! ！猜对吗？猜对了！哇哦！好棒哦！好棒哦！怎么都我在这里呀、啊？哇！哇！家里有杰克的味道呢！哎呦！哎呦喂呀！哎呦！请问杰克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嗯，好问题。充满卡牌的味道。什麼可能有宝可梦的味道，宝可梦包卡包的味道。我已经很少开卡包了，我现在都收着，因为自己开真的有点贵。对啊，可是你这样才能拍片。是啊，可以啊，他可以拍他收东西的话。你这边要干嘛？而且这一次那个宝可梦卡牌很过分，在要新年的时候，他一次出了四五种礼包给你。他说：“哦，你讲这种你不喜欢，你可以买另一种哦。”真的是很快。而且这一次宝可梦真的是野心很大，游戏卡牌好像还有动画同时一起出阿尔宙斯系列，对吧、啊？哦，就一次全部都穿好这样。对对对对对。传呵呵，然后大家一定很喜欢阿尔宙斯啊！我对他，我真的是对他的回忆没很多，所以就毕竟第四世代了。
对，那是第四的。如果他出个什么，我以前也没有，可是这一次那个什么重置游玩就比较有那个，嗯，比较有感吗？对啊。阿尔宙斯的三御三家是什么、啊？火球鼠、木木枭跟水水塔。火球鼠、木木枭、水水塔。他刚好是不同世代的，好像抓一只吧？嗯，没错，是哦。然后他们都有喜翠形态。对他们那时候会有最古老形态，对古老的、oh. 对，说喜翠是因为以前叫喜翠啊，就像以前叫台湾神喜翠地区这样子，嗯哦， oh. 就像比如说现在是台湾啊，以前是福尔摩斯，那个什么对台湾神福尔摩沙哦，你要抢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为什么？福尔摩斯。那请问花生在哪里？花生啊，原来以前台湾都是侦探啊。嗯，华生现在在当 VTuber 吧？真的耶！耶、yeah, ，弄出来了，幸运山的稿子。耶、yeah. wow. ！哦，要笑啊！不是，还没过年放什么烟火啊？神经病啊！哎、欸，他们想不到提早啊，就是可能他们可能过年那天他们大家都没空，所以提早嘛。听不到，听不到。太鞭炮声太大声了，真的很大声哎、欸。可是我这边没听到他那边嘣嘣嘣，我没听到。我刚刚砰砰砰砰超大声。我家楼下的狗又在叫，肺活量超好的狗。他是不是炸鸡？炸鸡我不知道，应该不是，听起来像大狗。为什么是炸鸡？有，就是那个贵宾狗吧？红贵宾对啊，它看起来就很像炸鸡啊，是炸鸡。这个跳很远，还好吧？又不是牡蛎。不要，我觉得牡蛎好可怕。牡蛎有很多哎、欸，还有口红哎、欸。不要！跟油锅魔神一样，不要！没有啊，如果我讲科尔必斯，你们就知道是什么。知道啊，对啊。科尔必斯比较近嘛。嗯。可是就是那种小狗的声音跟大狗声音不太一样。是啦，是有差啦。对啊。闭嘴吉娃娃。可是通常小狗都比较容易吵。啊，小狗就神经吵。而且我之前很怕狗。所以我现在还好，嗯、就是你知道，我之前会可能夜市啊，旁边有人带着狗好了，我一直看他，他就废我。你不要看人家嘛，看人家，因为我对他警戒，所以我一直看着他。就他也对你警戒，那也合理啊。也对你警戒啊，然后就废我。你想那种什么吉娃娃最容易？对啊，你就只要盯着吉娃娃脚看。然后往前一步他就闭嘴了，你往前他就不、啊、他就不叫了，没有没有，他会一边推后，然后一边，这是吉娃娃，巧，吵死，哎，其实我以前也是很怕狗，虽然我说我比较喜欢狗狗，我以前是小时候是被红贵宾追，就是炸鸡追。红贵宾可爱，好棒哦！没有，他就是没有，他是那种很凶的追。然后呢，我就那个时候小时、欸，那时候好像我是住台东，然后呢、嗯、那边就很多那种公园啊什么地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的，我居然跑去跷跷板上面，然后的中间，然后一脚踩一边，然后刚好在那边左右踩。哇，好像很爱玩，冲浪啊！然后狗狗就不敢靠近，我就觉得很好笑。好，我以为是在那一边的那个狗狗上门之后用力踩下去，没有，哎呦，它弹出去，会哭啊，好讨厌的感觉哦，好讨厌，好笑。啊，我说小狗是因为头骨没有完全愈合，导致脑压不稳才会神经质，真的吗？啊、有这么学术型的原因导致他们比较神经质、啊、哦？我以为他们就只是比较神经而已。哦，发神经，神经弗雷德。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大狗狗比较乖，就是因为他们有发展完全。那哈士奇耶，基因缺陷。哈士奇太聪明不是吗？听说是太聪明，太聪明。可是哈士奇很可爱。要博取的那个吗？主人的。我最喜欢的狗狗就是哈士奇啊。我收养一个猫中的哈士奇。啊，我是喜欢那个什么。黄金猎犬跟拉布拉多，大狗，我也是喜欢大狗狗，因为大狗狗就比较不会乱叫。我之前就是被那只炸鸡吓到哈，炸鸡吓死，炸鸡没汪汪汪，不来忘记，哎，旺爽梅，这是旺爽梅，嗯。哎呦，有啊，我们家的红贵宾也是超神经质的，真的假的？对啊，就是跟疯子一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们都有在网上买过东西吗？嗯，那不是通常都是要货到付款啊。嗯，那假如你同时在你同时买了两件物品，但是你一件可能跟店家说你就是有一些操作上的障碍，但是他已经发货了，嗯，可是就是店家说你可以不理那件货，然后再下另一个单。你说他贱货吗？不理那贱货，对不起。我就是那个货你可以不理，但是你又有另一件物品要理。那你跟他讲电话号码的时候，不是他说你有两件货。对啊，你有两件货，你是到底是？哦，你有两个包裹，好不好？我两个包裹，可是有一件我不想领，就是有跟店家谈好说我可以不用领。嗯，那这个情况下你会怎么跟店员讲？就直接你可以跟他讲单号，单号我不要，哪个我不要领，哪个我要这样。对对对，你直接跟他说你要领。他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什么的吗？不会啊，你就跟他说没有，另外一个诈骗。诈骗，店员忙都忙死，不会。店员应该对啊，通常都不会想太多了。哦，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这个问题啊，这怎么办？他说，你就说你要领货，但是你又不领那件货，你到底要不要领货？哇，因为其实他们每天也有一大堆那种诈骗包裹啊。哦，对啊，我前阵子也有，就是突然收到一个。就是简讯，就说什么哦，你的包裹已经到什么便利商店了，然后什么要来拿。可是因为我通常网购都是怎么讲，就是我都是直接那个啦，就直接刷完卡。嗯，然后重点是那一阵子我完全没买东西，然后我的信箱也没有其他的，然后我就直接没有去领。我也有过，然后而且他还不会一直寄简讯，一直讲说，对对对，因为时间快到，他会在那个，就是说哦，时间要到了，记得要来领哦，什么什么。那个啊，他说寄店到店啊，主要是他是店到店，我想说我没买什么东西店到店，我就直接没有去。楼下的邻居啊，他之前就有在那个 IG 分享过，就是说，他就突然收到简讯说他要买东西，他就没想那么多，结果呢，他就只是买了一盒。他就后来发现，他去领货的时候是货到付款，然后他就付了大概500多块、600块，然后只买了一盒口罩。哦，好贵哦，就是被骗，被骗了，没有被骗了这样。哦，那可就是那个店员没有，就是比较常看到这些案例，因为有一些店员，应该说他们那种诈骗的发来的，通常都是店到店，然后他们有一些固定的公司名字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物流编号。或者是类似的，所以有一些比较旧的店员，如果你跟他们比较熟，有一些他会直接跟你讲，这是诈骗包裹，你不要领。哦，就是如果他知道就是你买的什么的话，就是他就会这样。嗯，因为他也不会知道内容物是什么，可是因为他们就是诈骗的那个东西都是看多了，就是一样的包裹。嗯，然后就是他会上面写说，他们不是都会写说，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比如说叫什么什么圈圈好了，就是都是什么圈圈物流来的。嗯，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这个比较灵的，哦，原来是这样，蛮好心的，对啊，对啊，蛮酷的，那个就是放着那种，反正你如果去领包裹，然后突然跟你讲说啊，你有一个包裹怎样怎样啊，要护照付款，那你如果觉得你没有的话，你就不要付钱，不要去哦，拒绝，完蛋了，我觉得我会被骗的，
真的假的？之前有一次我妈妈也差点被骗欸，就是她是那种寄那个叫什么挂号，就是寄到家里，然后说是我的包裹，可是那时候我不住在家里。然后他是那种就是付费的，可是还有当下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啊，你有买包裹吗？什么什么，我就说我没有，然后他就没有签收，这样不然他就要付那个钱。真是好险，这种很多欸，这种诈骗超多的。前阵子我接到蛮多，但是最近接到更多的是，就是一接就挂断，然后我都让他想到没这样。我最近好长哦，我大概每天早上都会很多拦截也没有用了欸，拦截没用了，对啊，我直接就是看那个，就是我就不接，哦，我都直接呼斯扣，直接看他会写说他是什么什么的。可是呼斯扣现在就是都要你去安线，就是要一直手段更新啊，对啊，然后他就会说你如果要免费自动更新的话可以哦，但是请买那个。对啊，没有，我都是反正突然看到，然后他有跳通知我就更新一下，看到通知就更新一下。嗯，毕竟他收集那些资料跟系统维护都要钱，那这个我觉得合理啦，对啊，还好的，还行，蛮庞大的资料库啊。而且有时候就是他说没有写是什么东西，然后是我介绍你知道是什么了，我会去帮忙填说，帮他们补一下。他可以，他可以说就是你去帮他填那个，这么对他可以回报哦，也是蛮合理的，要不然他那个自己也没办法收集。嗯，因为我有时候在想说到底他是怎么收集，因为是大家帮忙回报，就是这个是什么之类的啊。OK， 我觉得会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就算是比如说同一个什么。就是外送平台的，他会超多不同的写法，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这应该是大家就是有收到，然后去汇报填的。嗯，因为有的就很简洁啊，有的可能就写熊猫，那有的会写全名，然后有的写超强，什么外送平台什么超强。那会不会有很奇怪的昵称啊？啊，我比如说那些昵称不是自己填的吗？奇怪的。他们应该会审核吧？他应该会审核啦。一段时间会固定审核一下资料库的东西吧？对啊。我小时候来一个超厉害的称号，好不好？不太可能有那种超怪的吧？我讲，我上次这个 host call， 我要回去填，就回报那个一些诈骗嘛，对不对？嗯。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自己手机，还有没东西，然后就故意。填说嗯，帅哥，帅哥，没有没有，然后那个工作人员看啊，诈骗，诈骗诈骗，完蛋了，完了，要被标记了，哦，完了，那他就给你那个挂号，刘义伟冒风险。太过分了！啊，我这边还有人讲说，之前有一个外送员回报一个客户的标注，把它标注成全裸取餐。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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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普及哦。好夸张！对呀、啊，太可怕了！你怎么又有经验了，杰克？我没有付满30啊。哦。啊，你没有付30的？啊，对，没有。我刚刚已经用一把效率5、耐久3、幸运3的铁镐了。好扯。哇，好猛啊！耐久5？那我们是不是要刷一只村民？耐久3。哦。村民已经在变转变了。对啊。什么东西转变了？村民啊，村民哦。我会被骗，主要是因为我常常莫名其妙收到，就是我二姐我家那边寄来的东西，嗯，一下橘子，一下鱼，一下海鲜，有的没的，我都跟他讲说，寄电到店哦，没有，他是直接寄到我们家。哦，这也不会是要付费的包裹吧？有一次会，我那时候就奇怪，怎么又有？我又没买东西，然后就直接傻傻付出钱，看了一下地址，然后就问我姐：“哎、欸，你那边有寄东西过来吗？”我说：“哦，对，忘记跟你讲。”
我说哦，好啦。啊，这样还要给我们付钱，好过分哦。没有，他是说之后那个、啊、回家之后再给我钱。哦，对，我说就是我很容易被骗的，就是因为这原因。对啊，你这样很容易骗哎、欸。啊，所以才每次跟他讲说要提前讲，拜托，有时候可能不在家去健身之类的。嗯，然后他跟你说，哎、欸，那个这个家里用的、啊。所以就啊，关我屁事哦！家里用的，家里用的。然后公贵公，哎、欸，公归公，私归私哦。公贵公，婆归婆。哎呦，哎呀，共贵共，共杀会，共共共。遇到的诈骗都是绝佳的投资机会，就很多啊。很多、欸，而且他们都会接起来，然后就完全就是自顾自的一直讲，自己的，对，不管你讲什么，我继续讲。我最近接到的都是什么？最近什么？最近会员们回报都是觉得什么，觉得很开心，然后提供你一个什么很好的。然后每次听到想，哇塞，他怎么可以这么自顾自的，完全连一个开头都没有，然后就是好像是要接受我很好的东西一样。哎、欸，那个是人讲还是自己用那个？还是语音、啊？对啊，语音的啊。没有是人是哦是哦，就是他是会卡卡的，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接起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开台，我故意没挂断，就放在旁边，他就自己就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我就觉得很厉害耶。他会不会讲一半？哎喂，你还在吗？喂，我刚刚讲，您有听到吗？阿水，您 OK 哈？那请问你有兴趣吗？对他讲了他的，他讲他的啊，我开台，我开我自己的，那也没有讲。他可能就在理他吧。哎、欸，他穿的好像面包哦，真的，穿的很像面包，还是很像汉堡哎、欸，汉堡，真的，汉堡村民，汉堡村民，真的，他是汉堡神偷，真的真的，他就有多少人知道汉堡神偷？他就是 cosplay 汉堡，真的，来他这家，接来他家，哇，墨西哥卷饼，墨西哥姐姐吗？有这个很像，他屁股很像墨西哥卷饼。我去看墨西哥卷哦，他很像哎、欸，对不对？哎呦，要看屁股，要看这只的屁股，这只的屁股。哦，他好像、啊，蔬菜口味。这个是不是莽原菜？是莽原的啊。对啊，莽原的衣服好像是。因为他每一个村民每个地区村民的衣服、哦、真的耶，他穿的衣服哇，他还有加生菜的耶，对啊，很健康看起来不错吃，好棒。有没有人要幸运搞 多一把？没有的话可以给我们啊，给团团啊，他常挖矿。 我要晚一点要付，我刚刚付了一把幸运，然后想说看下一个是什么，还是一个幸运，还是幸运，好幸运、喔，很幸运哦、喔，哎呀，幸运哦、喔，太幸运了吧！我刚原本想说，好，我要来去丛林，我要来去、啊、是丛林的上厕所，哦，丛林哦，丛林的，对，哦是哦，哦，他们说莽原的是橘色衣服，哦，也是啊，难怪丛林我们没看过。哎哎，允约跑到我那边了、哦，他是要给你不是吗？对啊，在这里。哦、oh, ，电耶，哎、欸，什么？付费？付费结束。十点了，十点了，觉得开心了。才刚找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洞，你就在那边啊？你把坐标记起来。对啊。好，我先记坐标。然后等我玩完那个守塔之后就忘记了。哎，不是下礼拜，下礼拜。直接忘掉。下礼拜。嗯。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反正最后到的结尾啊。对啊，所以换你了。对啊，最后到结尾。啊，那我已经最后到了。等我一下哦。阿旺瞬间传过来。我也是要传送的。吓到。可是我好想听阿旺结尾哦。啊、那把阿旺 TP 出去、啊，然后 TP 到外面去，阿旺 TP， 哎，这里是 TP， 因为阿旺应该很久没有结尾了
哇，好结尾！你以前可是有开场白跟结尾的呢，好像都是过去式啊，我也不记得了。不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戏宿舍，我是阿乌拉。然后旁边就还会有人医生，医生我是白居，我是白居。这好久了，真的。现在是我公开处刑的时间吗？反正我没关系，我从前到现在都一样。他就是平常被消费的人。对。这是我结尾吗？对啊，你最后来啊。耶、yeah, ！今天末日结束咯，我们要下个礼拜才会再见了。我们下一个末日再见咯。你下一个末日，下一个末日见。下一个末日再见，下一个末日再见。好多个末日哦，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从轻松的变不太轻松的啊。确实的，确实的。啊，休息休息，辛苦各位啦，玩游戏。好的，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在光遇氪了快2000块，耶、yeah! ！啊，好穷哦，光遇氪2000块，然后后天缺魂又要再氪，哦，啊，我想一下哦，因为，啊，那个明天啊，因为明天明天巧克团结束后，然后我们会继续玩那个 TD， 所以明天再给大家看。对，等一下休息了。2000呢？光遇氪什么2000？我想一下哦，就是那个啊，就是这一次新年的嘛，加上之前复刻的啊，之前复刻的橘子，然后帽子跟披风啊，就是有包包头、腮红面具跟披风。鲤鱼的话，对啊，鲤鱼的话刻起来就已经700多了啊。然后包包头那些刻起来就是全部加起来1990多啊。你玩到现在上万了啊？至少我觉得光遇好是好在它不用抽啊。我想说买保底就自己买衣服这样子穿。两个礼包一定有，对啊，就一定有啊，再刻啊，不是很香，来，我开给大家看，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要更新，好，更新一下，等他一下哈，各位，让大家看看。我又帮我家的石头打扮的怎样了？雀魂辉夜姬就好了啦，不行，我还有5，讲一下呢，5是我第一个结婚的老婆，我可以忘记他。等一下，我要放大画面，借力投影来源。可以加好友吗？我现在哦，卡住了，哭了。Hello， 好了。但他不会动啊，对吧？对吧？谁不会动？他有奶欸，他奶很大欸，不行欸，而且他有那个贴图啊。好啦，到时候再看，反正会先刻灰夜姬嘛。Switch 跟手机真的差好多。好啊，不给我玩，好啊。第一眼是看奶大不大，拜托，真的，正常男生第一眼的话都是看胸部，好不好？
我是会看眼睛啊，可是当如果眼睛跟眼睛对到的话，我眼睛一定会撇掉。课完明天继续课吗？课什么东西？明天是什么东西？明天没有东西课啊，是后天。也可能看腿啊，啊不是啊，啊如果穿牛仔裤包那么紧或穿裙子的话，怎么看腿？对不对？哎、欸，好像，哎、欸、，Hello。繁星什么叉 bus 跟 praise 组合带吗？要吗？那是什么东西？干，你现在只有 A， 不是啊？你要给我看胸部哦，是吧？哎、欸，好了好了好了，包的紧才能看呢、啊。哎、欸，我今天有看到你穿哦，你买新衣服，我有看，我觉得是炸服哎、欸，应该是刚刚啊，那个舞龙舞狮结束了，不然应该会有舞龙舞狮，看一下哦。啊，结束了，因为整点的话会有舞龙舞狮给大家看。喂，这是今天课的发型，发型发型，这个这三个都是钱，这个再加这个都是钱，那我是买这个，有没有高追哇？有没有很可爱？那这个是这一次卖的，我就觉得很丑，但是他又不能单买披风。嗯，这个也是花钱买的，对吧？这是这一次的啦，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这个是33块的橘子，这个橘子价值33块。调角度，要怎么放大？这样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这样不是，哦，这样，这就是光遇一直在玩的游戏。DC 的动的代码，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看起来像是游戏的东西。应该没空玩吧，没关系啦。咦，那再来是为什么会氪？原因是因为，看一下哦、喔，在哪里？鲤鱼旗的嘞？哦，哎、欸，啊，在这里，在这里，这个是鲤鱼的，它是搭刚刚那个鲤鱼头。还是搭这个一起卖，这样子。啊，这个是一直送我爱心的利恩。嗨，这也太可爱了，哇！讲说有点丑，结果买啊，这个，还有这个头饰，所以就这游戏真的很可爱啊，就是换装游戏啊。你看，就头上这颗鱼，看哦，头上这个鱼，我想说，我都是长期带这只兔子的，然后想说啊，可是这个又33块就买了，那这个好像66块吧，买了。你侧脸给我看可以吗？哎、啊，你既然都要给我看脸了，你正脸跟侧脸都给我看可以吗？然后这个的话是万圣节的，啊，等下我先把发型换回来。这个啊，一直按错，这个万圣节的，万圣节的，然后这个也是，然后这个是我常住的发型嘞。欸欸，在这
这个林克头，现在常用的头发。我就觉得这个是换装游戏啊，所以才玩得很开心啊。你看，看这么的高追。然后现在课的钱还有吗？什么课的钱？还有啊，我还在等那个情人节课跷跷板跟荡秋千，秋千跟跷跷板。然后我想把自己，因为这个游戏的身高嘛，这个是戴了一个面具，戴现在这个面具会变矮。然后这些是我解锁的面具嘛？你看，啊，其实这才是我真正的身高。这么高啊！我现在最近是想把自己变矮啦，因为变矮比较可爱。你在干嘛？哇，好高哦，高到有点吓死。好啦，这就是光遇，嗯。因为其实 Switch 我真的不会操控啊，所以不太会用 Switch 实况。之后再找找看有没有手机截取，不然 Switch 看起来好难用哦。可是有人说 Switch 很好用，可是我用不习惯呢。啊，这是我另外一个喜欢的发型，奇二啊，那个波比头，叫波比头。波比，这个我也是我蛮喜欢的发型。怎样？我现在目前的装扮是常驻的装扮是这个红色搭起来，就蛮好看的。养女儿游戏，早氪一点，我很节制了，我已经不玩抽卡游戏啦。我这些都是。买包地买那个的啦，没事啦。繁星是 OK 啊，记得看好，等一下去看。然后再來是这个发型，这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没错，就是马尾哦。马尾好看，喜欢马尾。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你玩了两年，东西没有我多，哭了。不是，有些东西是付费啊。啊，其他东西都是干出来的啊，对吧？而且我有囤积症，但是有一个发型，就这个发型，这个露一个是因为我没兴趣，它是万圣节的一个发型，但是我觉得它我真的还好，虽然有囤积症啊，可是就觉得还好。好啦，那这是去年的舞狮造型，这个很可爱。好了，就这样，感谢各位。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拜拜拜拜，丽恩说拜拜。为什么你能一直烧啊？是什么东西？是这一次的吗？我这次还没换完呢，白痴哦，换一下哦。金盘，深渊记，这个吧，我是解锁这个。好，对。然后这是这一季开始的东西，所以我再弄。带大家看看我刚解锁的披风，啊，头晕，晕船，晕了。这个是刚解锁的披风，就这样啦、啊。每一季都有东西可以解锁，所以这游戏也蛮干的啦。这个船长披风啊，帅，炮手的动作、啊、是哦，看。小船长，你看，这是人小鬼大的感觉，很可爱啊。
包追。好酷的游戏，但是这个游戏除非真的很有爱啦才有办法一直玩，因为很多人玩了这款游戏都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这款游戏很多时候都真的是在里面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这游戏就是爱的人会很爱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这款游戏，就是会叫的石头，会飞的石头。你看，就这样，会叫的石头。可以考虑入坑了，可以考虑啊，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叫深渊季，你可以想说这是一个每三个月会有一个，我们叫称为季节啦。那这一次是深渊季，就是跟海有关的。那上一季是跟飞行有关，跟鸟啊、羽毛那些都有关的东西。好啦，就这样。继续等回好啦，我观台再看。那大家晚安啦，拜拜。我们看看有谁开台啊？阿紫有没有开啊？我看马子又没开。小雪每次都打完招呼就去开台，好啦。在弹射世界，可是我看不懂。好啦，可以过去打声招呼，那看要不要待着就之后再说。走咯，各位晚安。嗨，嘉轩。拜拜。